五场是女生组，200公尺的是高中组、精英组两组合力举行。第二水道林嘉贤。405场是女生组200公尺，或者是高中组、精英组两组合并举行。位于第二水道为高中组的选手，是567水道为精英组的选手。3070。大会报告，请各参赛单位选手们注意，今天上午赛程我们将进行到男生组200公尺混合式结束之后，大会将短暂休息。下午检录时间为12:45，一连整开始比赛。下午检录时间为12:45，检录一连整开始比赛。也请参加今天下午女生组50公尺自由式的选手，请在12:45以前进行检录报告，谢谢。目前领先的是位于第二水道稍顶后防队林嘉贤，精英组目前领先的是位于第五水道 FSIH 陈永佑，以及第四水道台北桑大刘佑琪，目前稍前处领先。在第三是第七水道台北一大吕新杰。